有人上车，杰瑞，你来喽，安安。好远哦，够远呢，而且要送真到的，地堡，我天哪，南到北诶，从南到北，要从南部送到北部诶，对啊，那是屏东了吧？没有啦，那个到高雄而已啦，快还没到屏东啦，高雄送到桃园诶，没有台，对啊，是哪里？彰化？哪里呀、啊？没人呢、欸？假的？已经有人，哎、欸，你已经拿了吗？没有啊，他走原物料，走原物有料，小车坦吗？克吗？谁偷拿？没有哎、欸，还是小车啊？我只看到很脏的车哎、欸，那就是那个了。那就是那个啦。很炸车就是他了，哎、欸，超脏哎、欸，这要偷哦、喔？对，这多穷他们可以啊！拆解啊，他们可以拆解 有人没有保养好自己的车，你看。是你们到点就知道那个多脏了。啊。哦，割草草。哎、欸。啊，要修啊！人来啊啦！救命啊！要死啊！救命！救命！要修了人哦！走喽！啊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明原因连线错误。哇！掉了。啊？没关系，你的货被炸爆了。没关系，好险我是送货，那是补货，不是送真货。的。最远翘过的比赛，加入好友，确定？你们还在线上吗？还在还在还线上。在。今天好像有人大家好像有都连线不稳状况。对啊，昨天是我啊。那现在再送一次吗？送啊，要么就嗯，买，要么就都送行回啊。家。对啊。还是杰克，你要先跑，因为等一下你要。好啊，好啊。我们等一下面要录影的，随便啦。啊！嗯，咚咚咚，这样才可以直接下去那个地下一楼，懒得上那个夜总会。可恶！我怎么刚刚了？明明是进好友战局，他怎么给我送到单人战局里面？加入，确定。感谢追随。要喽！已成为，突然，你再摇一次，因为我要讯息突然不见了。我信息不见了、欸，哎，哪样呢？我看你不见了吧？怪怪。有吗？中国粉，他既还没连有在线这怪怪里，的，对啊，你们他既在开另外一个台啊，可以去，可以看啊。可以去看。然后他进那边应该有扫码的，多扫两下。你可以扫个10下啦，也行。月8月半，怎么人好多哦？这要是还顶吗？吗？有一个1000等的、欸，哇哦，洗出来的吧？不一定啊，1000等不一定是洗不一出定来，但洗是的如，啊。因为现在 GTA 都这么久了，对啊，而且它有 GTA 从早继承到现在的等级耶。但，嗯，不一定啊。哎、欸，我在宅路中宅好久、换再换一个。哦。听前声，锵锵锵锵锵。
有读过大学妈妈？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大学妈妈，大学妈妈，大学有，我大学毕业啊。应该说是读过大学的妈妈。我切一个战局哦。好，好啊。我在空中转圈圈。好的。我还在转圈圈。升级。我连好友都在转圈圈的感觉不稳了，伺服器不稳、不妙。哇，不妙。微笑、哦，夜总会的员工升级要升吗？要啊，要啊，增加效率的都是要升的、啊。他会跟你讲啊，他不是跟你解释他有什么功用吗？可是我是他是写购买此升级以雇用更多酒保，他是酒保哎、欸。哦，酒保的不用啊。如果 你又没有在，你是说夜总会上面的东西就不用了？嗯、啊，有一个设备升级的那个药啊。哦，那个我升了。哎、欸，不对，酒保药吧？酒保是减少你那个掉的那个速度哎、欸。没事吗？他写这会降低每天夜总会的人气消耗状况。哦，那不用了。对啊，那不用，那不用啊。对不起。哦，所以就设备升级就好了。哦，我都警告，目前无法使用 R 星的游戏服务，完蛋。我进来了。他说无法使用那个，你可能要重新登录 RC。最近都会这样。嗯。RC要不要要？好。想要抢劫？想说是不是想要运货、啊？我想啊。我 RC 的连线断了，重开。他有时候会这样，自己重连。谢谢礼物。哎呦。偷吃两颗坚果。咚咚咚咚咚咚，降落了吗？嗯，我没有到你们三局。你现在是跟谁？繁星。瞧自己。然后加入，是的。R C 不是关掉，不是 R C 的，是 R 星。R 星是大 Rock Star。Rock Star。不是 R C， 是 R 星，星星的星，天上的那个。嗯，不是 A B C D 的 C。哎、欸，我来了，可以要我了。好、哦，是不是我汤特别容易有？那么你的汤比较甜吧？对啊。你最近有吃什么甜的在附近？啊、我爸他们每次吃都说没蚂蚁啊，为什么就只有我的有？B， 你要先送什么？夜总会吧。好，夜总会，那我们不用过去了。对啊，我在发呆，在挑蚂蚁。哪边可以买枪枪？我要去买。对啊，很多。例如什么店啊？有枪的店啊。武装国度，武装国度，还有武装国度。哦，那种特殊枪是在武装国度买的、哦。对啊，对啊。在右边。哦。去找武装国度，武装国度这里。哎、欸，对，他武装国度会不会又不卖我东西啊？哎、欸，你重开过就还好了吧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嗯，怎么开始又有人加了？哇，杰瑞上线。刚刚兔子的叫声，兔子的叫声，肚子，哦，咬声，你还没吃东西吗？哇，我爸，完了，怎么了？
枪店的名店没老板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可以进我的地堡？我白吃你的地堡，白谁？我跟你同一间啊。啊，所以我说拍谁？老板不在家，完了，我又不能买东西了。为什么每次开台都不能买东西啊？我私下的时候就都可以买。哇，阿宅，我给你面子。那我好丢脸啊。买游艇，买这个地堡的好处是。Bob 君。Bob。噗。成为了罗罗。关台一下子买完东西再开台吗？老板不想付工商费，所以不可以开台买。好哦，哇，工商只有杰克一个。现在护甲半价哦，一件找350哦。人，好人好多哦，为什么这么多人啊？不知道啊，怎么回事啊？还有个200多等的。老板不想上直播，我帮他打马赛克嘛，好不好？让我买东西嘛。啊，我知道了。这一聊天是一直有人说没朋友不能玩这款游戏，看这群人都是没朋友啊。看他们还不是玩得很开心。对啊，还是可以玩嘛。杰瑞还行吗？可以，刚才转了。缺乏了。考虑解特殊载具的解锁八价吗？办公室后吧。抽烟，最近捡到的钥匙。抽烟，拿白不拿？得了，抽什么烟呢、啊？抽烟。那、哦、不拉你们过来，我直接出发。好，好。怎么可以抽烟？安东，又是安东。就你。打车车三个点。我要玩游泳圈。我玩游泳圈。什么游泳圈？我在别人游泳池里面，他有游泳圈跟那个沙滩排沙滩球。啊，可以用吗？可以啊，他可以推啊。哦哦。哎呦，多一台。啊！哦，我一拳把游泳圈打爆了。我去放个碗。好。好哦，这也太硬了吧！怎么会太硬啊？栏杆。哦。我要去制裁抽烟的人了，不准抽烟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救我！救我！啊，你在干嘛？我卡住了。你在哪里啊？我发苦，然后踩到货。哇！然后、nice. 现在空转了。哇、哦！好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你后面好像有其他人欸，我在打，我在打了。可是我没有那个电子宝的枪欸。
没有吗？我来，我来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在路上。哇，这台这么大的车，你们看到底下一个货？干什么啦？哪个北七在我面前拿棒球棍啊？一定是阿威哈。还是我自己真人看？他把你撞起来了！哎呦，这个路人哟！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了，过了，过了。PC 六六六六六，他直接把你把路给撞起来。好啊，可见那个好爽哦，那个货太强了。喂，来四枪，过来，来四枪。对，我好，我钱存好了。喂喂，来吧。那时候就想说，奇怪，为什么有些高手远远都可以杀到人、嗯？怎么样？也就热感应器啊。哦，就一块在那边啊。对啊，一块亮亮的啊。杀了一个罗罗，杀了一个罗罗啊！嗯，怎么一直被四枪？对，算了，直接非要点灯你好啊。好。这台车是很难转弯哎，我的妈呀！大车嘛，你不要这样。载具魔人，哦，没错，就是我。嗯嗯。不能打了哦。哦，又开错边了。你怎么又开错边啊？我也不想哦，撞三回。嗯，他们怎么了？对。嗯。嗯。我只在旁边绕圈圈，他怎么有必要叫成这么惨呢、啊？他们跑上山了，我来看他们要去哪里好了。欸、你们是不是在运动啊？跑山？你们在跑山吗？欸、你跟你朋友走散了，你要不要过去一点啊？去找他。对啊，去找他嘛，去找他，去找他，找他。哇，走上去NPC。欸、你这样走要走到其他地方，那里是火车道吧？不要啦，你不要走那边啦。欸、你朋友在另外一边，你要不要过去找他、啊？欸，嗨，你朋友在另外一边吧？他可能跑掉了。他们会过马路吗？我比较好奇这一点。会过马路吗？你有没有在过马路的吧？必须啊。嗯，像在赶山羊没有啦。我就看他，对啊，跟他朋友走散了、啊。哇塞，就是有这种菜虾嘛，就是你们这种人，怎么了？看着直接过马路，菜虾嘛。啊啊，车子会让我啦，没关系啦，然后直接就被撞。哦、都是车子的错，因为礼让行人啊。不是啊，他是要去哪里？越走越上面了、欸。穿着泳装来这种山区干嘛？在下面吗？他觉得太想去山上晒太阳吗？山上的太阳比较大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、哦。哎、欸，我先把你把敌人打掉。好。